嗨，大家好。今个下午，我跟朋友到餐厅里面呢吃 lunch。在餐厅的那一面，我发现有几个 flower bed 花坛，非常的漂亮。我就马上好像小蜜蜂一样，马上的跑过去。真的好漂亮啊！这类是不是叫大花丛？我之前有想过买几棵种在我的后院。哇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它可以长得这么大。这几个花坛应该好像看上去好像有点缺水。哇，可以长得这么大。这个花坛有点缺水了。这边有一棵好大棵的 olive tree。过来这边看看。这边都有一棵好大棵的大花葱，我不肯定它是不是叫大花葱。好大棵啊！好美啊！这边的天竺葵。这里有颜色的植物，我好喜欢的。这边还有一个花坛。这边有一颗绣球，应该差不多开完了，但我感觉它有点缺水。哇，这棵植物我一直呢都想买一棵在我的后院。几棵植物开花可以很美的，叶片又好看。我看见另外的一棵好像有花苞，这棵没有。它开花不多的，这么大棵的一棵植物，每一次开花就只有应该4-5朵，不多，但非常的美。是这边。这棵已经有花苞，但还没有打开。好美的，据说它有香味的。我一直在找，好美哦。这边还有好多大型的植物。这边我又发现一个花坛，哇，好美呀！我现在真的好像一个小蜜蜂一样。都被这些花吸引住。这棵绣球是白色的，不过它已经开完了。我相信它之前呢是很美的。这边都有一棵好大棵的 olive tree。